等等来，等等，最后再玩希腊。我没有不用希腊啊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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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饭。我觉得感觉两只都会死，啊，两只应该又要死了。霸停尸间，他台湾有上映是不是？他停尸间台湾有上映吗？我刚刚真的是手，这边一定要打死他、啊，合体。然后血就满了。女部队示范过了，示范过了。我看一下。因为二消他有减伤，队伍技能减伤，所以马斯关应该也不太，没有减哦，我没有消到光珠啊。刚刚如果消到光珠的话，他是有减伤的哈。这样子他打我们就会非常的痒，就是可以轻松的起技能，啾一声，啾一声，非常的痒。还有三颗，我跟你们讲，那三颗我们就开的这个这样子，它就变两颗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把这颗火珠藏在最上面这里，应该不会那么刚好天降吧？不可能。好，我们聊天室已经完全变成电影了，都在讨论电影。我这边水壶可以开下去了。我在乱转什么？等一下，乱转它都快挂了。关掉。先补个血。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开一下这个好了，感觉他都没开到。这样子他总死了吧？有了，痒，真的是痒，怎么那么痒啊？这对本来就不是很暴力的。我没有，我还没看过停尸间，想看，因为感觉主角很正。被水雾给他开下去了啦，然后应该是不用开技能，但是我要先看好这个该死的黑白皮，真是该死的黑白皮，谁发明黑白猪的啊？我真的是。到底谁发明黑白猪的？可以可以，你们再开个。
特效没点赞的话，你就带个什么毒龙的啊。哦，这个很危险，这个一定要开这个把它喷掉。然后呢，我觉得直接转它应该就是有开折机哦，那个应该很痛。再开这个，两招真伤哎，这样打不死，骗谁？打不死，不可能吧？哦，有了有了，其实好像也开太多了。好像不用开那么多。好，这边我们就是双鱼开下去，尊犬开下去，这个开了没用，所以还是要开。完美，再开龙哥。感觉卡卡。秀，干！我刚刚在切的时候一直很想打喷嚏。哦，秀，好，这里面我觉得都可以任意替换，除了你要带一只可以把辅助转掉的就好了。那一关我觉得比较麻烦，其他都还好。